嗨，大家好，我是呱吉团队的汉云，然后跟我们的地上去比对。今天我们来介绍就是呱吉团队已经开放也开源的一个悬浮摸定号的功能，让你100%看到市议员不想让大家看到一些地方。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摸定号是什么，请千万不要搜寻摸定号，谢谢。好的，那因为大家都说政治是一个黑箱的本事嘛，就是政治好像就等于黑箱，里面东西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个悬浮摸金号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让黑箱里面的激情让大家一次看光光。那看光光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都会想象说市议员的工作应该就是监督政府嘛，那但是谁来监督市政府的市议员呢？好像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以前诟病的敲病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公开透明的悬浮摸金号这个功能就产生了。那点到悬浮摸金号的首页就可以看到呱吉用各种千奇百媚的姿势来跟大家打招呼，那会随着早上、中午、晚上的三种时段不同，会有不同的姿势。那最基本的功能也最需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呱伴知道你的内心话是什么，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选民服务。那目前有八项功能，就是按照台北市1999中单一成名系统的主要八项分类，包含比方说警政卫生啊、公共环境建设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表单上填写你的姓名，然后需要手机认证以及你需要服务的内容。那请不要填写呱吉市大便，我们很困扰。那这是公开透明，看到政治不穿衣服的一面。因为大家以前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功能，比方说刚刚提到1999，或者是其实在市议会的网站上，你都可以直接跟这些市议员反映说，哎，我家水沟哪里很臭，需要清理，或者说我家觉得这边的巷道要拓宽。这些功能填写的功能以及回馈的功能都已经存在了。那悬浮摸金号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在于说，能够让大家看见我们回应的进度，以及你可以进一步来看见其他人问过什么问题。那这是我们就是填写过的真实的案件，那这个是一个关于交通运输的反应，比方说在市民大道啊，哪个路口有发生什么交通拥塞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会显示我们处理的进度。对，那这个后台可以看见选民服务长的样子。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因为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对，那大家需要回馈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特别需要工程师，就需要每个对政治有热情，然后希望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悬浮摸金号做进一步运用的人，不管是应用在其他的民意代表上面，或者说你觉得这些背后的资料有些什么可以玩的地方，请跟我们说。对，那可以到我们那个 counselor.service 在那个 stack 上就讨论出来，谢谢大家。哎，你们扣的也 OK 了，扣的也 OK， 对，扣的也 OK， 然后资料也 OK。资料也无妨。好，来，下一组是 Laura。那我。